大学里面有可能学校就是车子都会让啊，我觉得美国人还蛮会让路人，我都直接随便过，就是差不多没有车，然后再远远的话你就直接过，完全不用等他，因为我发现就算你停下来他也会停下来叫你过，所以你就直接开心的过下去就对。我都很尴尬，我都要用小跑步过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大楼。我连图书馆都懒得走过去，图书馆其实离馆院很近，我只有去过一次。不过假日真的是没人呢、欸。为什么没人？假日啊，假日学校都不会有人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大家都走了。感觉我们还是有一些人。靠我们那边，他去哪了？大家都不住在学校啊，所以就不会特别来。只有芝加哥大学。我们是。好像也只能住在那。我们也不是，毕竟我们比较现代。我，那我跟你走一个。好。很重吗？好像有一点，难拆哦。好，发现这里怎么没开？哎，好酷哦！这个是……哦，不是，我还以为是凤凰，是凤凰啦。凤凰哦。它是那是浴火重生的凤凰。啊，是那家吗？它被火烧了。不是，它是因为……哦，哎，哦，很爽吗？那个不是城市杯吧？这是芝加哥大学的杯。你都喜欢滑到一个不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很有纪念价值哎、欸，它上面画的一定都是学校有关的东西啊。感觉很像格莱芬多的颜色。真的真的，我看一下多少钱儿，这在哪里呢？很好看。34.98，哎，跟你的星巴克差不多哎、欸。这是芝加哥大学吗？对。University of Chicago。可是这是 Navy Pier 的那个、啊，它可能就是。它就是把芝加哥的元素都画进去了。好，照来讲，图书馆应该都是一个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地方。嗯，但你嫌你们都很丑。对，没错，非常普通。我认得还不错看。哎，笔记本。然后拍照的男。嗯，这个笔记本比我们学校高级。掏我就算了。其实我们学校的马克杯更多种类。他们好好统一哦，整个设计好统一哦，真的很真的很格莱芬多哎。它有一些红色，但比它的亮一点。这杯子还不错哎，因为很重吗？有一点重，很重。嗯，就是这感觉就很重。对啊，我算了，我还是买衣服就好。我也觉得，我就杯子再买一个杯子，星巴克已经够了。有点像咖啡色。U Chicago。这个是吧？这个颜色就是这个。嗯。是多少钱？这有联名。这有。哎，对 ，Champion 19。哦，怎么那么贵？贵，超贵的。这个要才30几、40。我觉得这个价钱差不多。你说这个79差不多。这个帽子不错看。你刚刚讲的价钱差不多。我们看看帽子多少钱？34.98。不是因为这个有跟 Champion 联名。可是我们跟圈片联名好像也没有贵成这样哎、欸，这个就好像又是观光校园。哎、欸，它有旗帜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我如果读这里的话，我肯定会。这个不行。就是去海边的那种。刚刚多少钱？哎、欸，但它超级无敌贵。19.98。哎、欸，你猜多少钱？啊，这个吗？我也觉得差。刚刚已经70几哎、欸，这个79。超贵了，噔噔噔噔，多少？139.98，为什么？这个很丑哎、欸。那这个就好，这个才19点多块。哎、欸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袋子应该超便宜吧？可以，这可以哎、欸。这多少？我看不见。超便宜吗？我
去。这应该要超便宜才对吧？9.98，买了。纳入考虑。可是我想买衣服。我以为这可以当手机挂的，不行吗？啊，手机你要你可以挂这边吗？对啊，可能要有那个。这个通常会挂学生证那种。嗯，而且你要有那个，不要，要拍。不行，我要挑一件衣服。哎，这真好，格莱芬多。我想看每一件的价钱。这个吊牌在哪？有一点点刷毛。我觉得它不是最正统。80，为什么这里的衣服都那么贵啊？但我就是正统。我突然觉得 UTD 好便宜。我现在很困惑欸、可是他们的帽，我觉得他们的设计比我们那里好看多了，看起来都好有质感啊。我觉得它是光颜色就那个。对啊，颜色真的太亮了。90哦，我已经快要无感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随便一件都比我们学校好看。这是联名的吗？这个70，这个也很好看、欸、这已经嗯，哎、欸，他们还有帽子哎、欸，那种帽子，好可爱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没有那个帽子、欸。自己看的，好好看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很像里面一件的裤子，真、就、的是。哦、那個。这种美国棉裤，它大概是我的69，我的6倍。哎、欸，这个也是有那种刷毛。Chicago， 这个也很好看啊。我觉得都比我们学校好看。84.98，火贵。这个很可爱，有毛吗？嗯，哎呦，你想买刷毛吗？我想要买刷毛，这个有帽子的比较可爱。这多少钱？整件超贵，79.98。79.98，其实这个也不错，很厚哎、欸。嗯，这很厚。这个好特别哦，这个材质好特别。哎、欸，这个最便宜，这29。啊，29哦，我不喜欢，太长了吧？完全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是什么？那个 C 而已。嗯，这种东西其实很不错哎。我觉得这上面真是拆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娃娃哎，小吊饰，小娃娃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酷哎。好丑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9.98。这是好可爱哦。黄色的，这个很赞哎，轻轻的。这是 mascot 吗？这是凤凰吗？这个好喜欢，是吧？虽然我也不知道买这干嘛。这看起来像鸭子、啊。9.98。这个也是9.98。这个、真的是鸭子吧？喜欢这个。那很有质感。而且它是校徽，是不是就长这样？嗯，对对。对啊。看看还有什么。我觉得这里的好棒啊，但是好贵。对对，衣服很贵。哎，这里有高尔夫球哎。哎，真的太帅了吧？多少钱啊？14.98，还好哎。突然高尔夫球好便宜。哎，还有棒球哎，他们棒球很有名吗？芝加哥。9.98。嗯，那边有篮球。足球？哎，这个是玩具吧？好好捏的感觉，对啊，嗯，这放错地方了。9.98，可这里有3颗哎，三个人想买，然后都丢在这里。他可能之后放。为什么星巴克为什么没有这个？它只有在中间星巴克。哇哦！哇哦，这个。好有质感啊！哇，他们为什么有这种东西？这皮带在藏什么？还有狗狗的，狗狗吧，狗狗，爱死！92块，92块，啊有。大只熊熊哎、欸，好大哦！对啊，好想知道多少钱。应该够。这边才50几。嗯。他们的好，29.98吗？对。Okay. 不错哦。而且你这样子也有一点。
Be kind.34.98，跟你那个一样，少0.01块。那边还有一只手。娃娃吗？我不。在想我要买什么衣服，还不错。这里面刷毛的，这个也不便宜啊。这也是全品，怎么办？都看上好牌子，44.98，很便宜耶。刷毛的。对啊，44.98耶，在这里很便宜啦。我觉得最后应该就是这一件，我也觉得是第一次看到50以下的。对啊，突然太惊讶了，它没有那么厚啊。它没有那个，哎，它有联名，它有联名。有啊有啊，这个也很好看呢。这不同一件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同一件。这个很好看。你们也决定太快了吧？还没看完呢。说不定这里的都比较便宜。这个有帽子，我喜欢有帽子的。79.98，来瞧瞧这里的，这有点像大学 T， 这有点太，这个有点太高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的这个牌子，这个多少？44.90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件。对啊。这件70，这件84，这个这也蛮好看的。这边有价钱吗？84.98，44.98，可是好小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哎。看看69.98，这个好舒服哦，像睡裤吗？对，再过去看一下，都是小孩哦，好可爱哦，这超好摸。然后，哎，这里有其他联名，74.98。早就穿这个衣服就在考上，哎，这个摸起来好舒服。它很薄欸，这多少？84.98，好贵哦。我可能整个影片里面都在喊好贵。对啊，是联名，可是刚刚的联名有这么贵的也是很厚的欸。嗯，这个很薄欸。这个牌子，对，这个应该比较贵一点。不能再买下去哦，它是那个。School of Business， 哦，这是管院的意思耶，管院超厉害，所以他们管院叫 Booth 哦。啊？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那么大，16.98，哎，很便宜。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价值观，已经崩坏了。以马克杯来说很便宜，这也是全片。嗯，44吧，44左右。价钱人呢？不知道。你看到价钱？哎，graduate， 好大哦 ！Medicine， 嗯，哦，他们各个学院都有。学院的那个吗？不可能哎。短袖，哎，这个好便宜哦，24.98。好，这就是 medicine 的。这个是 champion， 他没有写 ed 那个 medicine。哦哦。他不是。啊。可能酷哦。这边的。哎，这边有法律系耶，法
法律系，有明信片啊？我说都没有。哦，都没有。他刚刚有写有啊。Public policy。嗯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那个校友。嗯。哦，我想说我们那里好像也刚直接略过。这是硕士跑、博士跑之类的东东吧？这比较有穿大学 T 的感觉，我觉得要穿 M 的。怎么那么长啊？长的正常啊，就会这样啊。哦，因为它有袖口，所以还好。没想到还有就是雅图的一个 public library， 然后也是可以像这样。哦。是有哈利波特这个。另外一个图书馆，该不会后面那个就是吧？你说方方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是吗？是什么？感觉长得有点像哎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肖什么画的？ I came here to party. I'm not gonna lie. So call up somebody, 'cause I ain't got the time. Nah, nah. I'm feeling myself in the best way. I'm gonna pretend it's my birthday.不会就是教堂吗？他一直在。
可是它的显示绿灯。我们是车啊。啊，我们是车，可好，我们可以吃任何东西。前面这个建筑物超酷的，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右边是土，然后那个时候在干嘛？下班。